嘿，大家好，我系高登仔。咁咧就我都其实谂咗好耐，咁我可唔可以即系出翻一条片去讲翻近排高登仔嘅一啲情况咁样样啦？咁就即系希望大家唔好咁担心咁样样啦，因为我近排即系有啲唔舒服咁样样，咁啊唔舒服到一个地步咧，系冇办法处理到整片嗰个情况。其实我嗰一日咧，我咪停咗片 around 大约3日嘅咁样样。咁啊，其实我3日咧，其实头一日咧，我系做咗一片咧，突然间觉得唔舒服，咁就真系冇办法做落去，停咗。咁咧，所以咧，我后尾咧，我条片亦都系冇用嘅，咁啊，即系嘥咗啦，咁样样。不过唔紧要啦，即系我之后再做。咁啊，跟住我就去接受治疗啦，同埋我都去睇咗医生。咁啊，休息咗几日。咁啊，几日咧，基本上咧，我系冇办法处理到呢条频道嘅所有工作。咁啊，包括即系睇留言啦，出片啊，或者系一啲安排咁样样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我呢条频道咧，基本上咧系依家每一日都会出一啲疆图嘅最新嘅消息啊、新闻咁样样。咁啊，基本上系每日都会做，因为冇办法做定啊，系因为有啲资料系不断更新噶嘛，只有延迟，但系就冇遗漏啊嘛。咁啊，每一日我自己高登仔嘅一啲坚持，都希望啊，每日做到一啲片咁啊，关于疆图嘅一啲新闻啊，关于疆土一啲动向啊，可以俾我呢条频道嘅听众咧去比较一啲 update 啲咁嘅资讯啦。因为有阵时听翻我一啲频道嘅听众同我讲咧，就话啊，有阵时我都睇唔到咁多资料啊，即系希望但求我一条片咧可以讲晒啊，譬如可能今一日有啲咩要留意，有啲咩要投票，有啲咩支持，有啲咩资讯需要我哋可以去了解，有啲咩人去要支持，有啲咩抹黑我哋一定要去批评咁样样，咁啊全靠高登仔去俾资讯俾大家啦。咁啊，但系当然我都成日强调。就算冇高登仔呢条频道，呢啲资讯大家都可以喺网络上揾得到嘅。我呢个平台只不过系帮大家搜集晒所有嘅资料、资讯，有关疆土嘅新嘅资料、资讯，去用我自己希望消化咗，咁啊比较轻松、比较愉快嘅方式去话俾大家听咁样样嘅啫。咁啊，大家容易啲去吸收啊，同埋掌握多啲疆土嘅资讯咁样样嘅。但系我谂呢个过程咧，都消耗咗好多能量嘅，当然，咁同埋我当然除咗新闻片之外，我每一日都希望可以，即系其实我都坚持做一个疆图嘅成绩表。咁疆图成绩表包括好多唔同方面，sorry，我依家都仲未好，即系能够咬字得好清啊，咬字得好准确，或者可能啲逻辑要慢慢 tune 讲翻慢啲，就讲翻每一个成绩喺网络上边，咁所以我都讲啦，咁系呢啲成绩表系咩啫？其实全部网上面你哋都睇得到、搵得到，只不过系高登仔中意疆图，咁我自己又睇开呢啲咁嘅成绩表，咁我又话，其实睇成绩表系虽然系容易睇啫，虽然容易搵啫，但系唔容易消化喎。原来，因为有好多都系一啲英文嘅报告，譬如 Spotify 啊、YouTube 啊、iTune 嗰啲啊、Apple Music 啊，甚至一啲Internet 嘅analysis 嘅 report 啊，有关疆土，咁啊有好多都系英文。咁我唔系话我啲听众睇唔明英文啊，系只不过系你有冇咁多时间去阅读啦。咁啱啱正正可能高登仔有呢个角色，可以睇到呢啲咁嘅资料数据，咁啊去同大家去用一啲比较开心啲，或者我用一个姜糖嘅身份去话俾到大家听一啲咁嘅资料，咁啊等大家好让喺呢个唔系咁多人去报优点、报喜，即系报啊姜涛啲喜事嘅一个咁嘅氛围之下咧，咁啊有我呢条频道去报道多啲开心嘅事啊、疆土嘅成绩啊、真实嘅成绩啊，等大家去了解下咁样样啦。
咁即系估唔到，即系上一排即系早一轮咧，咁就唔舒服啦，咁样嗰阵就真系冇办法出片，咁我都估唔到出唔到片嘅，即系我估，但系即系就算我咧，咪有一次咧，好喉咙痛嘅，我咪感冒嘅，喉咙痛都接近出唔到声，但系我都食呢啲成药啊，或者系睇到医生咧，都可以勉强都可以每日出到片，不过可能短啲，同埋冇咁即系要仓促啲去讲啦，因为始终 up 唔到太耐嘛。咁但系今次真系唔得，系完全系处理唔到。咁所以咧，我后尾当我即系叫做好翻啲嗰阵时咧，即系处理得。睇到片啦，處理得到片嗰時咧，我睇翻晒你哋啲留言，我真係在此，我在此好多謝我嘅聽眾、我嘅觀眾，好多謝無論我嘅會員同埋唔會員嘅聽眾，佢哋都好窩心，不愧為大家都咁愛錫姜糖嘅，唔係咁愛錫姜糖，sorry 啊，即係始終我神志都未去好 fit 嘅狀態啊，即係冇姜糖咁 fit 啦。的确系大家都系姜糖，即系大家都系咁有正能量，咁有大爱。即系我睇到晒你哋留，我睇晒噶，你哋每一个留言我都睇晒，包括 haters 嘅留言。嗱，我话俾你知，近排咧，我睇翻留言咧，有一两个 haters 咧，佢都好关心我，不过佢用关心嘅字眼就好衰。佢话：喂，高登仔死得未啊？你未死得，你就好快啲出片啊！你唔出片咧，我哋查唔到你啊！咁样。好嘅，咁我都多谢呢班 haters 啦，我都多谢你欣赏我嘅片啦，咁样，咁我更加多谢大家对我嘅关心同埋支持啦，咁样，咁我都谂到啦，即系我谂第一健康真系相当之重要啦，因为即系你冇健康，你真系完全做唔到嘅，即系有好多嘢完全做唔到，即系我想出边，我嗰阵时曾经。即系瞓喺床上面，我谂，唉，我即系要食完药，咁啊攞起部手机，啊好似精神啲喎，咁啊食完药，咁啊攞起部手机谂住做，啊，但系真系完全搞唔到，完全搞唔掂啊！即系所以健康好重要，所以我成日都再强调姜涛嘅健康系永远系摆喺第一位。即系如果姜涛唔健康咧，佢出唔到作品，我系深深明白得到。你孤物论。高登仔每日出两条片啦，姜涛要出嚟嘅作品更加多，呕心沥血啦。如果冇更加强壮嘅身体咧，佢点样做咧？系咪？所以即系呢个体会就系高登仔，即系一定要系健康咯。咁所以自己高登仔都喺度反思谂下，唉，即系如果万一再出现咁嘅情况，即系因为其实迟啲我有机会同大家再讲啦，可能我要做一啲 treatment 啊，即系有啲治疗咁样啦。咁可能治疗期间咧，就一定系做唔到片俾大家睇嘅，即系起码每一日嘅姜涛新闻系一定做唔到俾大家睇，因为我做到俾大家，即系我话俾大家听，我做到俾大家睇咧，都系呃你。因为呢啲咁嘅每日新闻咧，我点可以做定两日后，做点可以做定三日，做定四日后嘅新闻俾大家睇咧？即系做唔到噶嘛，一定系每日做噶嘛。咁但系如果可能，我日后要有啲 treatment 做咧，可能要有几日咧系做唔到。但系咧就有啲即系我好好啊，即系我啲听众真系好，我真系好多谢大家。咁我就话啦，如果你做唔到，你可唔可以整定一啲片？咁就即系叫做讲下其他嘢啊，讲下啲风花雪月有关疆土嘅，即系当然我唔系讲其他风花雪月啦，即系我唔系讲下自己行下街食下嘢嗰啲啊，你哋睇其他都得啦。咁我可能整另一啲片，咁就有关讲疆土嘅一啲特别嘅课题嘅，咁就我啲就唔关乎时唔时空啦。即系唔系一定要，譬如可能今日系2023年几多月几多号，我一定要讲呢集。如果我可能之后再听翻都系 out day，咁我要讲一啲即系冇时空限制嘅特别嘅课题，即系好似做论文咁样样啊。
好似做论文咁样咧，讲疆图嘅某部分嘅成就，某部分嘅课题，咁呢啲又唔同成绩表，因为成绩表都有时限限制噶嘛，所以我其实基本上每日做片，每日出嘅，全部都新鲜嘅，咁啊冇可能做定嘅呢啲片，咁啊有网友就话，哎，不如你整定一啲片，俾我哋可以，即系知道啦，咁所以我都考虑紧。不过可能我依家个身体状况都暂时可以恢复得 OK 啦，咁样恢复得 OK，咁所以可能暂时都可以做片。但系如果可能有朝一日咧，当你喺每晚6点钟嗰阵时睇到段片咧，就咦唔系今日嘅娱乐新闻、哦，唔系今日嘅疆图综合新闻报道、哦，系讲疆图一啲特别嘅课题。特别嘅嘢咧，即系证明高登仔应该系出咗事，出唔到我啲片，拍唔到我啲片，就出咗另外一啲片。咁我啲片又会由我，可能我都要，因为我如果我万一有咩嘢咧，冇人控制咗我呢条频道噶嘛，所以可能我都会交俾我信任嘅人去处理啦。即系如果万一我嗰日出唔到一啲即时性嘅片咧，我就会。补上一啲片，咁啊等大家就少咗一啲担心啦。咁所以可能大家睇到我啲片，可能更加担心啊！哇，你出我啲片，即系代表你有事啦，即系出唔到我啲新闻片啦，咁样即系代表有事啦，咁样样。咁我都尽量会同大家交代，不过可能之后有一啲时间，我要做一啲出文，可能就用我啲片代替。咁我都好希望，因为我哋呢啲频道咧。如果突然间唔出片，或者突然间消失咗咧，会 YouTube 咧会好留意嘅。YouTube 因为我哋每日出片嘛，特别我呢啲每日出片咧，YouTube 会有一个流量嘅 detect 嘅，即系一个检测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突然间唔出片咧，YouTube 会觉得好奇怪，究竟发生咩事？咁所以可能就算我出唔到每日嘅疆图新闻，我都可能会做定一啲片咁样去俾大家去睇。咁我希望咧。我都希望在此，即系希望或者恳求大家，如果真系万一要出我啲片咧，大家都帮我睇咗佢，重刷2、3次都好。咁啊，等即系如果万一即系系咪？如果高登仔以后出唔到片，我可能我啲片就系最后嘅片噶啦，有 try 系咪 touch wood 咁？唔好咁啦，咁样啦。咁可能我暂时就咁啦。不过我谂暂时应该就唔会再有特。别嘅事系发生嘅，短期内，咁我都希望，即系坚持到每日都出疆图嘅综合新闻啦，同埋疆图嘅成绩表咁样样啦，咁样样，希望我可以。如果唔系咧，我就会揾我信任嘅人咧，去暂时管理我条频道咁样样。但我都应承你，如果有咩事咧，最后尾都会有一把声咧，就系、是、有关我会录定一段。最后嘅片嘅，我录定一段最后嘅片咧，去话俾大家听咧，呢条频道咧系要完结噶啦，咁样样，咁啊，请大家收听其他嘅频道啦，咁样样，咁啊，可能录定呢段片咁样样，如果即系万一有咩嘢咧，就播放呢段片出嚟啦，咁样样，OK，咁啊，即系暂时咁啦，咁当然唔会咁 sad 嘅，放心，唔会咁 sad，我谂暂时冇问题嘅，而最紧要咧就系依家我出到片，大家一定要去睇。去支持留言，同埋俾更加多想支持姜糖，唔系支持姜涛，支持姜涛嘅所有人 share 啲片嘅，越多人去睇呢啲片咧，越集合到啲正能量俾高登仔，俾姜涛去发展嘅。OK，好冇？咁所以咧，我暂时啦，咁样出咗呢段片，交代我近排呢个情况先啦，咁样，咁啊，同埋我都再一次。都多谢我呢条频道嘅听众观众，会员又好，唔会员又好，我都好多谢你哋衷心嘅关心嘅支持同埋鼓励。我承诺，我有能力嘅，我都会继续维持呢条频道，每日报道疆图嘅综合新闻，每一日都要讲疆图嘅成绩表，好冇？好，咁啊，系咁多啦，段片，咁啊，多谢大家先，拜拜。